第317集，明火烧得真够旺的，金纸打不开，里面的人只得急着往后退，黑漆漆的明火吞噬着里面的一切。白川的法阵终于忍受不住，全是被明火烧毁，金纸闪动几下之后就没了，整个新龙门就露在了外面。冲啊！对付十几名化神级的修士不用这么多的人手，魔族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看到禁制被迫就咆哮着向新龙门冲去。金飞瑶抖抖毛刚站起来想随着大家进去抢点好东西，突然就觉得腿软，差点摔在了地上。他不由得奇怪，自己没有抽空身体内的灵力啊，怎么会腿软呢？难道是天地寂灭消耗的灵力太大？可自己还用包子和妖气补充上，自我感觉可没消耗这么多呀。眼见人都往里面冲过去了，好东西肯定会被人抢走，金飞瑶对着胖子就喊道：胖子不要管我，赶快进去找东西啊，人不用杀，库房是关键。他的声音很大，吼得周围的魔人都听到了，不过也没有人理会他。魔人还是分得清楚现在最要紧的事是什么，而且他也不敢放掉事不做，反而去忙着抢东西。高压强权的魔族社会不会让他们敢先给自己弄东西。哧溜一下，胖子扔下了金飞瑶就往新龙门里面跑了去。金飞瑶则赶快调息，可不能现在让人给偷袭死了。左右看了看，大家都忙得很，人族抽不出空来对付他，而且他刚才表现得太勇猛了，别人也不想主动送到他的嘴边。不过海蓝烟那边的打斗让金飞瑶看得有些无语，倒不是打得搞笑或是无力，而是太有力了。海蓝烟真的是拿出了杀招，也没有过多花哨的东西，他只是双手放在了胸前，飞快地掐着法诀。要是换成金飞瑶看到这种招式，早就拍屁股跑人，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了。但是龙星和李一根本就不把海蓝音放在了眼中，所以也没有马上逃开，而是轻蔑地拿着法宝，想要把他打得魂飞魄散，一辈子也别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金飞瑶很好奇，海蓝音这几十年靠着那本双修功法进阶的如此之快，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听任宣之他们的口气，这样会很伤身体。不过现在看来啊，倒是情况很良好，也瞧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个想法才一出来，海蓝也马上就出杀招了。他的胸口处有光射出来，一股强大的力量向四周蔓延开，太危险了。金飞瑶忍不住皱皱眉，飞快地给自己结出了两个灵光罩，而龙星和李毅也发现不好，飞快地向远处遁逃出去，离这光越远越好。就在这时，海蓝音胸口处的光猛然后一爆，巨大的力量打向了四周。龙星和李毅已经逃出去了很远，但是还被这光罩给罩住了，人瞬间就消失在了光芒之中。金飞瑶飞身跳起，使出了明火遁，就往后面飞去。身后紧跟着的就是那扑过来的冲击，最后还是冲击占了上风，他被吹的明火盾给失效了，毁掉了十几座的毒峰，最后嵌到了一座山峰之中才停了下来。这力量也太强大了，金飞瑶只觉得刚才海蓝音的那一击几乎可以和炼虚期的妖族自爆相当了，周围的山峰被毁一空。不知道跑得慢点的人是不是也消失在了那光芒之中，这攻击啊也太无差别了，完全不顾敌我双方啊。突然金飞瑶想起了这秘境还在新龙门那边呢，这么远的山峰都被毁光了，新龙门还有好的吗？他赶快从石头之中飞出来，身形成人后急匆匆地跑了回来，远远的就看到了新龙门所在的那座山峰竖着没了一半，前方的位置都毁在了这攻击之中，山峰也是整整齐齐的少了一半。不过还好，就是新龙门的后面还在，那山峰周围雷电闪烁，保护了新龙门的后面，抵消了这么强大的进攻。这难道是禁制？不对，要是有这么好的禁制，新龙门早就用了呀，何苦一直用着之前的那个禁制呢？仔细一瞧，里面其中有不少的魔族人，当时攻击太快，他们被冲进去了后面，却在这紫雷之中保护了下来。不过也就是短暂的愣怔，回过神来后，他们马上就和一同被冲进来的人族厮杀了起来。金飞瑶找了找，发现胖子的身影，这家伙命还真是大。那龙大人呢？他刚才也是在不远的地方，这个攻击啊肯定会波及到他。他抬头四处找了找，就在远处看到了海蓝音独自一人飘在了空中，而四下都没有看到龙大人和齐蛟龙的男子。
不可能吧？再仔细一找，果然在只剩下了半壁的山峰上看到了龙大人。那些紫雷正好退去，瞧他一脸轻松的样子，似乎并没怎么受伤。刚想过去打个招呼，金飞瑶就看到了海兰因身形一晃，从天空之中掉了下去，速度飞快的直落灵脊界。这要是掉下去，100%就被摔死。金飞瑶赶快冲了过去，一把就拉住了他，真是轻啊！手上的海兰印轻的就好像是没有重量一般，让人怀疑如果没有穿着那身衣服，恐怕被风一吹啊就飞走了。看来还是有影响，不知道他刚才使用的是什么招式，竟然如此的霸道。见现在人族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也是堵在了新龙门里面。金飞瑶把小辅导扔了出来，趁他飘在了空中的瞬间，就把早已经昏迷的海兰英给扔了进去，连话都没空和华婉思说一声，他就把小辅导收了起来。新龙门还剩半个，应该还有好东西可以去捡，可不能浪费时间呢。他急匆匆地冲进了新龙门里面，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一切可以弄到的东西。渡天界花费大，这个事情啊，金飞瑶一点也忘不了。不趁着现在多弄点东西，以后要饭的就是自己了，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值钱的物品，他都要全部弄走。弄得所有魔人都看着他，想不出他怎么穷成了这个样子，难道是龙大人虐待的？明明就是龙大人的灵兽，想要什么找他要不就行了吗？有必要饿虎扑食一般的抢东西？就算是龙大人这里拿不到，不是听说是妖族的陛下，整个妖族供养的人，如此这般行为也太丢妖族的脸面了。可惜的是，连魔族都知道妖族的陛下由人族供养，他自己却不知道。金飞瑶一直以为啊，是要去管理妖族，管着他们的吃喝修炼娶媳妇，他才能得到好处，他很不想干这种事。就算是想干呢，他也做不好，所以就以为自己没好处拿了。老祭司则乐得自在，陛下都不主动问供养的事儿，他自然就本着给妖族节省的想法，能不给就不给了。等金飞瑶把桌上的玉枕也收到了乾坤袋中，整个新龙门已经没一个人族了，完全被魔族攻打了下来。看没有什么值钱之物，他屁颠屁颠的跑到了龙大人的面前，冲着他就问道，龙大人，我们快去找秘境吧，要是去晚了东西没了怎么办？快点快点。龙大人眯了他一眼，淡淡的问道，你不用调戏一下吗？不用，我身体好得很，一点事儿都没有，我们赶快走吧，一会儿东西没了会后悔死的。现在还提什么调戏呀？除了有些无力虚弱之外啊，金飞瑶感觉非常的良好，秘境才是正事儿，其他的通通的都是小事儿。那跟我来吧。龙大人沉默了一会儿便答应了下来。正到了。金飞瑶一乐，没想到龙大人这么的大方，竟然肯带自己去找秘境。他赶快把胖子叫了回来，顾不上问胖子弄到了什么东西，拖着他就去追龙大人。呆呆的看着就在新龙门后面石壁上那个雕龙刻凤的山洞，金飞瑶只想骂人，这里竟然就是秘境的入口。既然被称为秘境，那总得藏起来吧，而且也不用点什么晶石啥的加点神秘感，就只是很俗气的雕刻了东西。然后有个土到了极点的大红门立在了门口，而且这门呢还很旧，不少地方的红漆都旧了，看起来就像个落魄户的侧院似的。龙大人，你不会搞错了吧？这也会是秘境？怎么看都觉得像是个山洞，这种东西也能称为秘境，实在是太丢人现眼了。金飞瑶无语地问道。龙大人没有带魔族的人过来，就带了金飞瑶和胖子，他没理会金飞瑶的话，而是走上前去把大红门给推开，直接步入了其中。等等我。金飞瑶一见赶快拖着胖子跑了进去，就怕进去晚了里面的东西全归了龙大人。胖子被他拖着无奈地说，又不是吃的，晚几步又不会糊了。但是这才跨进了红门，金飞瑶和胖子就愣住了，呆若木鸡的看着里面，这里面和外面完全就是两码事啊。他站在了入门处的一个三丈见方的平台上，洞顶上挂满了钟乳石，而平台之外的地方全是水，贴着水面上还长了不少的紫色莲叶。在洞穴的最里面，紫色莲叶之中有一条紫色亮晶的莲花，那莲花个头不小，足有个脑袋这么大，
而且它是直接漂浮在水面之上，发出淡淡的紫色光芒。让金飞瑶惊讶的是，这是一件雷性材料，因为花瓣上不断的有雷电闪烁着。看来之前挡住了海蓝音攻击的便是这朵莲花了，竟然是雷性材料，这样的东西龙大人怎么会分给自己啊？哎，失算了。金飞瑶一阵的肉疼，看来啊得空手出秘境了。但是没想到龙大人却开口说道，你去把这莲花采下来。我？金飞瑶往旁边一歪，有气无力地讲道，龙大人，我觉得全身无力，好像没有力气去摘那个莲花了。说完还扶额一副头都痛起来的样子，然后悄悄地瞅了龙大人一眼。不行，我带你来就是让你取这紫纹莲的。龙大人一眼就看穿了他，根本不相信他动不了了。之前还说自己身体好得不能再好，现在又说没有力气，只不过是不想去干这事罢了。为什么这事要我去干？我只是半路才来这里的，难道您还真准备好等着我来不成？哼！金飞妖一听不爽地讲道。龙大人淡定地说，如果你不出现，我是打算找只现成的灵兽用，可没想到你竟然出现了。如果你肯去，那身战甲和项链都是你的，我再分你一片紫纹莲花瓣。你等等。金飞瑶顾不上装无力了，猛地一下站直了身子，指着身上的战甲惊骇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这东西只是借给我穿的？是的。龙大人不假思索地说。金飞瑶扯着脖子上的项链不满地嚷道，可这项圈是我的脚做的，就是我的脚。你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用妖兽的骨角皮做的，难道你会还给他们吗？龙大人问道。这……金飞瑶顿了一下，脑子好像糊掉了般，急忙争辩起来，可这是我的脚，而且我还活着。龙大人眯起了眼睛淡淡地说，这东西在我手上几百年了，而且也是我炼制出来的，你最多只是提供材料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金飞瑶很鄙视地瞅着他，愤愤不平地说，大不了我不要了，连你自己都不肯去的地方肯定是非常危险。虽然那边湖水之上很平静，但是金飞瑶的直觉感觉出来了，是很有危险，肯定是藏着什么厉害的妖兽，就是有什么机关之类的，反正肯定不是这么好踩的，更别提龙大人竟然自己不去，早早地准备好了项链和战甲，想找只灵兽过来帮踩，连神通广大的他都不肯去，这危险也太大了，听着就让人觉得不安。虽然项链是你的脚为原料，但是上面的雕刻手法却是别处没有，它能够吸起你的妖力和灵力来进行防御，有危险时会自动发动，当然如果完全归你以后，你注入神识就可以控制它什么时候发动。战甲是由极天龙铁加西元石炼制，防御能力极强，其中还混入了一些雷性材料，可以抵抗一部分的雷击。龙大人的话突然变得多了起来，不过话越多就越让人知道他自己非常不想去或是不能去，本来以为是自己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借用。金飞瑶早就不爽了，听到了龙大人故意介绍这些东西有多好，就是想引诱他过去。他更是拍着战甲没好气地讲道，这算什么战甲，除了头上和肩腰外加屁股这圈有东西之外，我的心脏位置可是藏在外面的，要做也得做得厚实一点，你把腰防了，把胸露在外面，这算怎么回事啊？龙大人半晌都没吭声。金飞瑶气呼呼的等了半天后，才听到他缓缓地讲道，本来就是给灵兽穿的，腰是最容易受伤的位置，胸在下面不容易受伤，而且穿上的话会影响灵兽的行动，谁知道你穿上后竟然兽身和人身都可以用。金飞瑶顿时语塞了，回忆了一下，好像变兽身时这个战甲刚刚好，怪不得总觉得为什么应该护的地方却不护，原来啊是没想过是给人穿的。不过他不会就这样认输，依旧不服地说，你刚才明明说战甲是这几天练出来给我的，现在却说是早就练好放着的，你骗鬼啊，说话不算数。龙大人回头看看那朵紫纹莲，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天地寂灭变成黑影了，出现的还真是晚。这个混蛋。金飞瑶对着龙大人的背狠狠地瞪了几大眼，黑影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死？他扁扁嘴不爽地问道。不会，小心点便可以，记得落脚要在莲叶上，拿到就可以马上回来。
龙大人看着化身为饕餮的金飞瑶，指着水面上的那朵莲花说道：真不会死啊？我骗过人吗？早上就骗过。可以出发了。站在平台的边上衡量了一下，金飞瑶深吸了一口气就跳了过去，身形顿时便是一沉，踏空飞行之术竟然失效了，整个身形就往水面落了下去。他赶快移动了身子，落在了一片紫色的莲叶上，这才落上去，紫纹莲上的雷电突然被激烈的闪动了起来，然后整个洞穴之中除了那个平台之外，到处都布满了雷电，雷电在莲叶四周不停的闪动，把金飞瑶吓了一大跳啊。龙大人，放雷了。他不由得大喊起来，这些雷丝可不小，每根都有手指粗细，被劈上了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他站在了莲叶上缩成了一团，就怕自己什么地方啊多伸出一点，然后就被雷电呢给劈到。慌什么呀，中间有间隙，你可以跳到别的莲叶上。龙大人不慌不忙地说道。你倒是说得轻松，要是这么容易的话你为什么不来？金飞瑶缩着脖子怒吼道。龙大人倒真的给了他解释，灵兽踩到了莲叶上的雷电只有手指粗，如果是人踩在了上面，那雷电就有半拳粗，所以我不能上去。怎么这么倒霉，竟然是这种差事。金飞瑶顿时后悔了，早知道就不跑过来了，还弄得自己很想做这件事似的。果然天下没有白吃的饭，便宜可不是这么好占的，也不早点说是干什么，这样可以让胖子来，自己根本不用亲自下来。都跳到了莲叶上面来了，如果不继续过去，总不能一辈子蹲在这里。于是金飞瑶看准了一个空隙，就往前面那块莲叶上跳了过去，只听到嘶的一声，一条雷电擦过了战甲，差点把他给吓得半死啊。蹲在了第二块莲叶上，他侧头看了看，战甲上只黑了一点点，并没有被雷电毁得厉害，看来啊这件战甲还真是有用处，能抵挡住了一些雷电，果然是有备而来啊。看到战甲可以挡住了雷电，金飞瑶终于放心的在莲叶之中跳来跳去，慢慢的向紫纹莲给靠近了。越靠近紫纹莲，打过来的雷电就越发的粗和厉害，战甲不断的发出嘶嘶的声音，听的人是心惊胆跳的。金飞瑶也不再看打成什么样了，只要没有直接劈到自己就行。终于他跳到了最接近紫纹莲边上的莲叶上，听从龙大人的吩咐，只用妖气护住嘴，飞身一跃就把紫纹莲给叼在了嘴中，然后他一个回身连到了一片莲叶之上，一股两指粗的雷电就直接向他劈了下来，脖子上的百味珠猛地一吸妖力，喷出来的黑兽就挡住了雷电，金飞瑶也趁着这个机会落在了另外一块莲叶上。他只觉得头晕眼花，身形都站不住，趴在了莲叶上，尾巴都掉进了水中，然后就被一道雷丝啊给劈上了。这一击啊，把金飞瑶给打得猛地坐了起来，全身软软的颤抖着缩在那儿，使劲着摇着头，想让自己不头晕。白骨珠的防御力很强，会吸起你身上的妖气或是灵力进行防御，但是吸得过多的话，人就会虚脱。所以我刚才问过你要不要调息。龙大人站在了平台之上，看着金飞瑶讲道：你不会早点说呀，能不能不要这么内向，多说几句话会死吗？整天板着张长脸，惜字如金的，你存着卖零食啊？金飞瑶终于火了呀，对着龙大人恶狠狠地骂道：这个该死的家伙，话多说几句又不会死，这种东西不是应该给项链的时候就要说了吗？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才慢悠地讲出来，都快被劈死了呀。龙大人眉头一皱，没想到金飞瑶竟然骂人了，还真是难得。你给我等着。金飞瑶气愤地骂了句，如果不是嘴里面叼着紫纹莲，他早就在咬牙切齿了。虽然包子放在了平台上，里面的包子也没熟，但是一点也不影响金飞瑶补充灵力。他直接从嘴缝里面弄出了乾坤袋，倒出了两粒补灵丹，从嘴缝里面扔了进去，把补灵丹吞下去，他便觉得精神好了许多。果然和包子相比，还是补灵丹的效果快呀。有了精力，金飞瑶一下站了起来，想趁着这个时候一鼓作气冲出雷电，直接跳到了平台上。盯着雷电看了一会儿，终于让他寻找到了一个机会。金飞瑶飞身出去，疯狂地在莲叶上跃起来，背上不断地发出嘶嘶的声音，他这样跑起来被雷电打中的就更多了。眼看着离岸边越来越近，
他最后一搏跳了起来，向平台上面跃了过去，刚飞到了空中，数道雷电就劈了过来。白骨珠项链又是自行的猛的一吸妖力，重新放出了一头黑兽来。不过也就是这一吸，早把消耗妖气灵力过多的金飞瑶给吸空了，离着平台就差一步时却晕了过去。晕过去就这样往下掉，正好撞到了几道雷电之上，而同时龙大人也飞身过去了，提着他的脖子就猛地拉回到了平台之上，